站，好了，两叔还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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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叔还没关系。好，再坐下来一点，坐下来一点，来来来，一二三。OK， 人家觉得我矮。不会啦。五大师 BB 的课，五大师 BB。开雅话妈妈怎么讲？五大师 BB。雅雅念一次。雅雅 BB。雅雅买头，雅雅买头。你跟谁学的？他跳五大师 BB。哥，我是五大师 BB 吗？哎，裁判都愿意被拍摄，那请他停止拍摄动作。你们没有资格这次赛事，麻烦你向县政府嘛，这两队教练哪个学校名字报出来嘛。啊！我现在就不让你拍、啊。为什么不能拍？不能拍我学生啊！我有肖像权啊！你为什么要拍？那你们不要比赛啊！为什么不要比赛？比赛是县府办的，你要申请摄影证，请去跟县府申请。现在都有手机，我们有大型录影机到场地里面。啊、你要经过我们同意才能拍啊！你有经过我们同意吗？那你去提告嘛。什么提告？你去提告嘛。提告啊！我们现场就请那个。我们请法官来解读嘛。请我们警察人员帮我们一下哈、哦，我们。双方球员跟教练还有裁判都不愿意让他拍摄，这个是县府的比赛。会长听到连裁判都说同意，那你们全部是不是？好、哦，可以。哎、欸，大哥，他们都遵守，他们都不需要你拍。我没有违法、啊，你专买一条嘛？什么叫不同意？那你们去离开美伦国中自己去比赛嘛？不需要你拍啊！你这什么机会啊？离开啊！嚣张跋扈到这种程度哦、喔！可以麻烦你离开吗？我为什么要离开？我没有违法、啊。大家都是好好的跟你讲，请你离开、啊。你不要影响我们赛事的进行。你不要影响足球运动发展，好不好？对职员、选手、家长之外，群众就是观赛，眼睛看，不是录影。请问您是要当群众来观赛？麻烦请你去做裁判好吗？你管太多了，麻烦去做裁判。你管道太多了，裁判长、欸，这是我们的裁判长，一样啊，要服从法律嘛，一样的做法嘛，哈，对啊，哎、欸，要录影，请你去跟县府申请录影证或是记者证，啊、否则就请你做好你的。我们没有到场内，谁旁边的人本来就可以录影，那不是大是家长到里面申请，你不要自己解读，好不好？我没有自己解读，本来就是这样。你不要公器私用，利用警察来弄我，麻烦你去执行做你的裁判工作。来，我们请那个总干事帮我们处理这件事情。拜托，你看到没有？教练说，让裁判为难。裁判跟教练根本不认识我。那些原住民教练对我有偏见，不准我拍。其他的有讲话吗？对。人家快比赛快开始了，你要嘛你就是退到后面那边去。我就这个距离，我没有违法，我是搬法条出来嘛。你也是有时候会误判，你也是搬条例出来嘛。我们没有违法。他们现在大会，他不高兴他的事情。他们租借这个场地在办活动，那县政府运动这是公家活动，不是他们私人 club 俱乐部 club 俱乐部哦。不要误解哦，拜托。因为疫情关系啊，他们就只有限定家长啊。外面已经讲过了，实名制登记，我照规定了。实名制登记。好了，不要跟我讲这个，我已经讲了嘛，那边有去查嘛。不是啊。
Udas pipi, udas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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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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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yo.Udas pipi pipi udas pipi udas yo。我再传给你了，我再传来给你就好了。来，一二三，耶！好，好胖虎啊！啊，胖虎，你准备开车？徐子毅，啊，胖虎，我先来，胖虎，你先来，胖虎，好，我来，好不好？不好意思，好不好？好不好？开了。走走，要坐车去啊！看这个，看这个，你们都很棒哦，四棒海，每个都很厉害。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双手俱佳哎。当然，只要你不要。不对，你这是录影哎。哦。哎，慢一点，慢一点，这是录影。好，再那怎么调整？不要走后面，来，走。谁没拍到？快点，快点。往这，往这哦。好，换这个。哎，一定要看到这一台，因为刚中到录影啊，拍谁哦？我去，过山的录影。好。好。谢谢。张威泽。你的控制就没。张威泽。张威泽。张威泽。五大师比比不尬，干你娘鸡巴！操你妈的吹喇叭！五大师比比，全在五大师，全在五大师比比里面一辆法拉利，想要钱人民币。我喜欢打手枪。我操你妈鸡巴！所以赶快来帮我吹喇叭！比五大师不尬，比五大师不尬，不尬是你的懒觉，比比是女生的比比，懂吗？没有，互相保留证据嘛。你要保留那个证据，没关系，你就拍。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好，那个电先拔掉，好不好？你这涉嫌到什么东西吗？你赶快去拆，你不要再拍我，我有权利哦。你也在录影嘛，好不好？你去拆了，赶快去拆了，哎。我觉得我会去拍。李先生，你刚刚就这样，我不知道你叫什么，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就直接拔掉，好不好？
你要侵占公家的所有电所有财产，好不好？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侵占啊！你先把它拆掉，好不好？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你让你拆掉，这是你的现场。叫北园哦，北园就在我们那边啊，上面呢、啊？哎，对，就在我。当爸爸喜欢打炮，哈哈，蓝天小鬼，比比来炸。文面怎么讲？蓝叫比比，蓝叫什么力？蓝叫比比啊！蓝叫比比，蓝叫我老师，老大肚子大，蓝叫在。烫一点，遮快点。蓝椒，你的蓝椒比比大。分解手术一张合影，谢谢。谢谢，来威力受放，挥出希望，恭喜。好棒，好棒，真的好棒。谢谢，谢谢昆西叔叔，也谢谢我们的孩子。好，紧接着我们要邀请的是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暨台湾彩券的董事黄志毅叔叔，为我们颁发的是胡冠威。11分的打点。恭喜，好，谢谢，恭喜冠威。紧接着我们要颁发的是全垒奖，谢谢。获得教练奖是桃园市纪顺斌教练。教练就像孩子的爸爸妈妈一样，爸爸妈妈一样，是最有价值球员奖。恭喜桃园市胡冠威。恭喜孩子们，棒不棒？接着我们颁发的是团体奖，也就是我们前第9届花莲台彩威力杯全国少棒赛的冠军队伍，恭喜桃园市。来，我们往左边一点，我们也请我们的领队丁伯强校长请上台。把详细的资讯问给大家。啊，我会详细的处理这些东西。有人提出疑问，有人拍照，有人拍照，有人拍照，我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啊，要干什么？对不对？这个只是临时的，我也是详细的。明天吃鱼的时候给他出来给大家。你怎么可以给人家？啊，没事。
哎，下一个。届花莲台彩威力杯的冠军队伍，孩子们哦，在台上呢尽情的打球。其实呢，人家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谢谢孩子们辛苦了，也要谢谢教练，也要谢谢校长，谢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刚刚教练偷偷的说，他们要来比赛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在家里把功课都写完了。我们给孩子们掌声好不好？很棒，因为要打球就要把课业做好。其实他们比平常的孩子们付出的更多，都都是我们台湾未来的希望。文武双全的好孩子们，好快，这一张哦很珍贵，对不对？好，来哟，十秒。直接滑垒哦，爸爸应该以前在哦，直接滑垒。好，把口罩拿起来哦，把口罩拿起来。好 ，S 君、亚君、季君、殿君，我们所有一起大合照。明年呢，我们后面的看台就是会这一张。好，我们往前。好，一档谁？女生的器官怎么讲？比比。舔怎么讲？舔比比哈，那舔怎么讲？啊？哎，半比比，哎，半比比。这舌头多灵活，对不对？气。阴唇怎么讲？那刮比比哦。啊，湿了怎么讲？我说女生下面会是喉痒。我很。比比喉痒来。哦，很痒怎么讲？就痒哎。对啊，可贵。刷个你比比啦，可贵了。我喜欢的女生哦。你要帮我争男的还是争女的？身材跟前凸后翘。哦，对，那喜欢男生的条件是什么？那是他不是。哦，那你不是双方都要，你要那个连接这样的，哦、你要连接。他们应该会很喜欢你的个性吧？比男生还潇洒。这叫做做自己。一定要念书。我相信。你看男女通杀。怎么杀？通杀是男女通吃的意思。哦，那像子。我符合不了哎、欸。好，慢一下，慢一下，慢一下。啊，你要找到，你要进那个，我打两手，然后还要收费。哇哦！我亲爱的，那个因为是张太山的小孩子，哪个？九号上课的张太山，你好。哎呀，一直跟讲的话，那个那个鱼怎么讲？不定啊，你们这个妈妈，你看她不会，来来来，不会就是不会。狗不要讲，不要瓦柱，讲一次瓦柱，瓦柱。那个牛，妈妈教一下。那你会谢谢怎么讲？不要讲，不要讲，讲谢谢。数典忘祖哈你，他会没事，你会不会想把阿美语学好？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行？还好，还好。妈妈为什么？为什么还好？为什么不想学好？问题是觉得太难用不到，还是别的原因？太难，太难。用手机以后去录那个阿妈，阿妈有没有住在一起？没有。可以用那个 LINE 跟 FB 通话视讯截录下来，讲话，知不知道？那个阿妈对你好不好？好，那要把阿妈的母语学下来啊，这才叫孝顺哈。好，好，那你先集合哈，谢谢谢谢。去干嘛？拜拜，来布农族哈。对。刚刚那个万秀软的吗？来收起来。
明年还要再用哈。哎，你叫什么名字？嗯，你叫什么名字？勃起天尊啊。你叫什么名字？勃起天尊啊。你叫什么名字？勃起天尊啊。你是菲律宾来的吗？嗯，你是菲律宾来的吗？印度花岗吗？花岗屌神。你们今天还有比赛吗？有，在哪个场地？在屌神的那个场地。干你娘！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Mahi bu bu su。那个泰鲁格族话，跨沙小怎么讲 ？Manu kata an su。泰鲁格族话，超级白怎么翻？太阳跟努比比数。你这样。你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为什么要上网？什么事情？你应该知道啊，是你上的啊。什么事情嘛？那要问你啊，是什么事情啊？你找我干嘛？就是你上网的啊。上什么网？我放林依龙怎么了吗？啊？没有，我说我烧垃圾啊。你烧垃圾然后呢？是你上的吗？怎么了？我女儿跟我讲的。你现在什么事情？我有影响到你吗？里面整个空气都是那个味道啊。是吗？对啊。那你死了没有？然后呢？那你为什么不讲台女？那台女不是更毒吗？你去检举嘛。你要去检举啊，你都来这边拍了，你今天是来，那你为什么不去检举呢？你今天是来恐吓我吗？我没恐吓你，我从来不会去恐吓人。那你就回去了嘛。可是重点是，我烧的有比台女毒吗？我先问你。卫生局说可以烧塑胶吗？我问你嘛。我烧塑胶吗？有可以烧，有没有烧衣服？那都是有毒物体啊！你那是木头吗？可是这里那个是我自己烧，我在我家烧。你烧整个飘到整个部落、整个操场都是。从昨天我闻到现在，真的不舒服啊。从昨天没有，我昨天没有烧哎、欸。你现在要干嘛？我只是问一下你。你现在指责我是吗？为什么不能po文？你为什么？这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嘛。啊，对，是没有。你现在来恐吓吗？我没有恐吓你，那你为什么不泼台你的？我为什么不能泼吻？你为什么不能泼台你的？你强迫我做什么？我没强迫你啊。那请你回去嘛，离开嘛。你都已经泼我了，你为什么不泼台你的？我有指名道姓吗？是没有啊。我有拍门号吗？是没有啊。那你还不谢谢我啊？你要收罚单吗？你要收罚单吗？你要让我收罚单吗？你要说吗？那请你离开，好好回去灭火就好了。什么叫灭火？那你去叫台女去灭火好不好？你先讲台女，再来我现在打110报警。你打。对。对，你打。现在打，我等。